我懂啊，每次啊，爸爸妈妈都会讲啊，不要玩太多 game 嘛， game 有坏处，会弄你眼睛坏啊，全部东西啊。但是你懂不懂呢？ game 有好处啊。现在我会转哪三个 game 来做 example 啊？做 example 啊，就是第一个 Minecraft， 第二个 Sudden Attack， 第三个当当糖。来吧，我们现在要讲关于 Minecraft。 很多人讲 Minecraft 很呆逼，但是你们好都不懂什么好玩。和现在我们要讲它的好处，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代表它可以 improve 你的 English skill。 现在我们要 invite 一个贵宾 VIP 来进一下。大家，Apple 所讲的贵宾啊，你们全部不懂 Minecraft 是什么好玩，现在我们就跟你讲吧。这么好了 ，Minecraft 有东西，很多东西好玩啊。你们以为很闲，很呆逼，但是我给你看吧。说明的 Survivor。别打喊你啊，走啊！别打喊，别打喊，别打喊你啊！别打喊你啊！别打喊你、啊！哎呦，这样我们可以 PVP。OK， 我出现。开始了。现在就开始了。而且你知道他怎样进来了吗？现在我们只玩这 LAN mode， 就是 LAN LAN， 不要想歪。OK， 然后。就是如果你们两个 connect 同样的 internet 也是可以玩，就是可以在一起玩咯。呀，先弄一下东西先。那木啊那些东西啊，或者可以打几只怪物。你以为这样很闲是不是？只是卖不了啊什么东西啊。哦，很闲哦。好吧，我给你看吧。啊，你们全部觉得 Minecraft 很平静是不是啊？没有东西了是不是哦？对哦，来吧，我先跟你讲什么是平静啊，西北平静啊，来来来，西北平静啊啊，哦，很可爱哦，很可爱哦，很可爱是不是？看清楚啊，可爱的样子是怎样啊？走！哇，锅里痛，锅里痛，锅里痛。OK 了，我们会从这边开始 speed up。还觉得不好玩，一个人吗？是吗？你们都不懂什么是 server， 你们还讲不好玩，不懂怎样玩又讲不好玩。哎呀，西北，西北 upper 的嘞！来吧，我给你看什么是 server， 对咯，就是讲咯，咯咯 ，logging in。这样嘛，我可以跟你们讲，有两个 account， 一个是 premium account， 一个是 crack account。 crack account 是要是假版 Minecraft 的， premium account 是正版 Minecraft 的。而且是正版 server 啊，跟有假版 server， 还有正版 server。这个假版 server 就 crack server， 你给他们进要 login 了，要打 slash login 还有什么 password， 但是要假 register 的呢。这
这样啊，就是还有什么啊 ，Premium Survey 不用 login 了，直接用那个 ID login 就可以了。如果你们要什么东西啊，你可以 PM 我在 Facebook 或者在 YouTube 或者在什么东西 ，OK PM 我 Gmail at brandon@gmail.com 搞定。还有很多东西的，在 Premium Survey 比较多东西，因为 Premium Survey 是怎样说嘞，比较多东西玩的。Crack 比较多的秘密 game 了 ，Crack 什么就没有什么秘密 game 了，最多是 copy 那些整版什么吧。现在啊，我是整版的呢 ，ISMMC， 所以你知道了 ，OK。下次你还有什么东西啊？你要什么东西问啊？总之是 PM 我就知道 ，OK， 拜拜。现在就继续第二个游戏 ，Solar Attack。这个游戏的好处是用 strategy， 用了头脑。跟很多游戏一样，很好玩，而且很刺激。现在我就让你看我玩。我们会这个 game 可以 improve 你的 strategy。 现在我们去game 是真的嘞。
是这样的啦，记得有人说有 game 有坏处啊，你刚好给他看这个 video。